更衣，你来。我给将军换衣服是你的福分。上次的香包呢？怎么不见了？触感还挺轻柔，竟然还是没有任何过敏反应。摸了半天，可还满意？不是，怎么没有？将军终日习武，身材俱佳，这是所有男子心之向往。在小人心里，将军就像天神下凡，普度众生，英姿飒爽，玉树临风。听你这话，你若是个女子，怕不是要倾慕于我。哎，将军说笑了，哪有像小人这般皮糙肉厚的女子？小人一心只想将将军服侍好，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。将军，您还有其他吩咐吗？还不快把将军换下来的衣服拿去洗了？哎，是，是。挺好的，别让他闲着乱跑。是。还有，找些女人来府里。是。啊？重死一个男的，换这么多衣服干什么？怎么还穿男子的衣服呢？我去，下一组。下一位。
位，下一组，下一位。我。下一位。下一组。安长随准备伺候将军午膳。啊！苍天哪！师姐呀，谁来救救我呀？师姐，你终于来救我了！我化成江，你还认得出来啊？你化成灰，我都认得。好你个黑心师姐，你就这样把我放在将军府里不闻不问。我的乖乖师妹，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，你现在正好趁这个机会偷取布防图，然后施展之后功劳无分。你算术倒是挺好的，我这双神偷的手还没有偷到布防图，就洗衣服就洗烂了。想着我这手也是摸过无数珍宝的，你看看现在在干什么？洗男人的臭衣服、臭袜子、臭鞋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好可怜的双手！来来来，没关系，坚持下去，一定会早日脱离苦海的啊！站着说话不腰疼，那将军疑神疑鬼的，你没有那么好搞定啊！发现了一个将军的惊天大秘。什么？你发现了他的藏宝库？你的脑子里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啊？那也比你好，长个脑袋只为显高。我走了。哎，先说明，先说明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知道将军为何不近女色的原因。什么原因啊？他对女子过敏。